昨天晚上的时候，我们总部有跟 HM 品牌方有去沟通，经过两方协商，最后达成一致，今天做了一个闭店这么一个处理。目前我们是先暂时是闭店今天一天，那后续的一些具体的安排，可能要看事情发展的一个走向吧。他们现在根本不了解中国包括新疆现在的这种情况，然后说发表一些特别觉得特别可笑的一些言论。